八步鸟大冒险 Let's go! New Zealand Emma, 你看那边有阿美族人正在举办丰年祭。哇，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原住民？当然有啊，走吧，带你一起去认识其他国家的原住民。位于南半球的纽西兰分为北岛和南岛，各有火山、冰河等多样化的地形风貌，让纽西兰有活的地形教室之称呢。而毛利族 Maori 是纽西兰的原住民，他们擅长歌舞和手工艺，与台湾阿美族的文化甚至有点类似。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 too. 咦，你们在做什么呢？碰鼻礼是毛利人独有的打招呼方式，鼻子碰的次数越多，时间越长，代表越喜欢你哦。好酷的打招呼方式哦！学会碰鼻礼，我就可以交到好多毛利族朋友了。Emma， 你看，草丛边有 kiwi。哪里哪里，我好想吃 kiwi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虽然奇异果也叫 kiwi。但我刚刚说的 kiwi 是奇异鸟啦，它是纽西兰特有的鸟类，在其他国家可是看不到的呢。哦，原来 kiwi 不只是奇异果，也是奇异鸟啊！哎，瞧你一副贪吃的样子，还好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嗯，一起来吃新鲜的奇异果吧！耶 ，kiwi，kiwi。Kiwi!New Zealand, Kiwi, Maori.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 too. See you next time. 我们下次见喽。